耶！ Yeah, 我们回来了，太好了！然后我们先把氧气瓶换过去啊，改版之后又多了一个新的氧气瓶了，太棒了！然后我们再看看有什么东西，盐块、钛这个我们都先把它存起来。我们目前这边有什么呢？有很多钛锭、灭火器等等的，这个目前我们是都用不到，但是我现在身上也没有什么空间可以用了。然后现在食物也都 OK， 食物也都 OK。我们先把我们一些没必要的东西丢进来这里面，还要打名字哦。不用打名字了吧？哎、欸，可以打中文，好酷哦 ！Open 哦，有 Open， 哎、欸，可以取名字，好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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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这边哎、欸，又有一个氧气瓶，我可以再带一个吗？应该是不用再带了啦，然后把一些不要的东西丢掉好了。贵哦，这个都是还不错的东西，这我们就还是留着，这还是留着。Open， 继续 Open， 然后这边把这个钛都放进去，这个我们暂时用不到了。好的。你要设置密码没关系，反正这单人游戏不会有多人。我希望这个应该之后会有多人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去找那个海儿号了，海儿号。为什么我刚看到好像那个医药箱跑出来了，海儿号？然后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我们那个船在这边，船在这边。刚刚那个说，就是我看那个改版，就是说这个碎片呢已经没有在下面，你已经找不太到，或者它长得很像那个机械金属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去找那些东西。那有人说就是在船的这个附近呢比较容易找得到碎片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先把那个辐射服先穿起来，环保这个潜水衣我们暂时先不穿，因为我们现在水分还 OK。待会如果真的不够水的时候，我们再穿这个。我们先把辐射服穿起来，头盔也换掉，然后换成辐射头盔，就这样子，全套辐射装，太棒了 ，Let's go！ 然后拿出我们的水下推进器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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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我们继续走，继续走。哎，这样真的不会有辐射了吗？我还是蛮好奇的。应该可以吧？哦，这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、哦、好暗哦，超级暗的。我来看，顺便看下面有什么东西好了。有人跟我说，这个船后面是一个岛，我们就四处来探险看看吧。哎，我觉得这穿的辐射装超棒的，我们可以这么靠近这台船呢。也快要没电了，快要没电了。我们现在先不要浪费电，我们先慢慢的游过去，游过去。拿出我的 scanner， 既然我们现在不用怕了，我们直接先到船里面看看。然后待会我们再去船底下面看看，氧气筒丢掉有吗？我背在身上啊，背在身上啊，有没有？在这里啊，我没有丢掉、啊。潜到下面看看好了，顺便抓一点点鱼好了。这个鱼好像是新的，但是我现在没有装那个换气头呢，就比较没办法了，就是氧气会耗的比较快。稍微吸一下氧气，啵啵啵啵啵啵。哎，船在这边了，这只什么鱼啊？没遇过哎。只剩下1%，没关系，我有带电池，我在抓。兔子鱼，扫一下它好了，扫一下它，每一只都扫一扫看。而且我发现这个扫呢是会续趴的，它有续趴的。我、哦、超能追，超能追，追到了，追到了，80级，80级，90级，呀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好，我们继续走，继续走。有空带鱼，偷窥鱼还是抓一下好了。OK， 抓到，抓到，简直是没电，没关系，它待会没电的时候就叫我们要换电池了。啊，那那那，好了，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船在哪？在这边。哎，这样真的没有完全没有辐射的问题哦。我们上一集花那么多时间呢，真的是 OK 的啊、哦。上一集花那么 OK 的，是真的。谢谢大家的订阅啊。啊，我们再往下再看一下，反正还没到嘛。而且人家说下面的东西呢有很多 specially。我们拿着这偷窥鱼的鱼眼呢，当做这个手电筒来用。这边还有一只，我们再抓一下。没啊，这个不能抓哦，对哦，忘记它是不能抓的。我们稍微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好了。我换起来我的 scanner， 我好像听到奇怪的声音哦，奇怪的声音哦。我的显卡是980，哎，打开耶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？电池，哦，盒子里面有电池哎！再打开，哇塞，棒了棒了，送我两个电池哎，好棒哦，超赞超赞。快5000了，对，来感谢感谢，我们再继续往上，哎，终于白天了啊、哦，总算是可以来一窥这个太空船里面的东西了。对，我们再继续走一走，对，我的显卡是980，对，我们再往这边走，上这边走，然后因为我们刚，哎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海鸥碎片吗？不是，金属碎片，我就不想捡了，到底是你有没有改版成这样子呢？我们就快要登陆这艘船了，这艘船了。我们第三集就来到这边了，我觉得很酷哎、欸。第三集就来到这个船了，我们会不会进度太快了？
哎呦哦，这是地震雨吗？地震雨哦，我该不会被这只戳死吧？感觉这里很危险呢，我必须找个出口可以让我上去。船有更多补给哦，好，我们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。可是我现在找不到入口处啊，我很怕那只下面那只鱼跑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下面也有碎片什么的，我不太敢游下去。我们稍微往这边游，往这边游。我想要一直在水面就好。哎呦哎呦，滑雷板滑雷板，要爆炸吗？要爆炸吗？突然震动了起来耶，哎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What is this? It's beautiful. 欸，你看你看，我们好像靠近之后整个要爆炸的感觉了。会不会待会我们就被炸死了？欸，它好像还是会震动哦。而且这台船好像真的也有在漂流。你看天空中的云呢，跟我们这个船真的在动欸。哦，会不会待会被压死？哎呦呦，好恐怖，好恐怖。啊那那那。而且这个不是月亮，这是一个星球啊！啊，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一只会不会杀我们？我们稍微去探险看看哦，探。哦，下面很多只呢，他好像听到我的声音哦。好，我们赶快再绕到那边好了。我们拿出我们的推进器吧，这样子太慢了。我们稍微游一下，稍微游一下。没电了，换电池。刚刚有挖到三颗电池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Let's go, let's go。我们再看一下哦，好吧？应该船是可以让我登陆的吧？还是我只能在它的附近找啊？这下面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东西，都是一些雨啊碎片。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些碎片好了。哦，这里真的感觉很不是人能够来的地方哎。那条鱼听见阿姐的声音是吗？Beautiful water, water. 哎，yeah, yeah, yeah. Let's try. 哎，这边都是变宝箱了，太棒了。哦 ，open， 动力电池哎。啊，我根本都不用做了嘛，太赞了，太赞了。这里还有一个，会不会捡一捡，然后都没注意到，然后就死掉了？我们再捡来看看。这里好棒哦，纯净水哇，我醉。加醉加赞，旋转鱼。下面有个碎片呢，我们应该浮得起来吧？我们待会用那个浮囊给用起来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一般的碎片吗？真的没什么重要的东西。下面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哇塞！我刚听到谁的话啊？我忘记先用那个，先上来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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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刚刚有一个那个啊，快死了！氧气不够。OK， 我忘记先把那个充气啊，我先把那个浮囊充气一下，有没有？这样子我们待会就可以浮得很快。我们再往下，再绕一下。我们先绕去它的另外一边看看。刚刚要去大润发。欸，那一只还在那边呢，那只要吃它。我们再继续走一下，稍微绕一下。我想要那个碎片啊。Papa Chicken， Thank you, Thank you。我们再往这边走，这只会尴尬。我们现在已经潜到深度113米了，好深哦！大海的世界实在太奇妙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游什么。我们现在好像来到它另外一边了哈。我们再往上游游看，这是它的下面嘛哈。我们再继续探险一下，因为我们氧气会不太够。而且这边一直在震撼，一直在震撼。有吗？下面有东西吗？下面有，下面果真有东西。有一个很像平台之类的东西。这里都是碎片。哇哇！快跑！深海鱼来了！深海鱼来了！钱！快！Get out！哦，好恐怖，太恐怖了，哦，好恐怖哦，不能太深啊，太深那个海王类都会跑出来啊。
这边有个箱子，是不是？拜托拜托，让我扫描一下碎片，这是吗？这是也是金属碎片而已吧？这都金属碎片，我不要金属碎片。可以跟深海鱼打吗？不行啊，会被它吃啊。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边了，应该另外一侧可以让我进去吧？还是其实它真的不能？可这边真的好多资源哦，你看我们随便呢就捡到一些。这只好凶哦，这只好凶哦。这些鱼长得很特殊哦，应该是因为它有一些辐射的问题吧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来到舱口室了。有咯，这可以进去了吧？呼呼！哎，这个很像 GTA 里面那个飞机，有没有？还有上半部这边还有空气可以。哎呀，哎呦喂啊！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 ，We are coming。会不会我们来呢？这里就爆炸了，整个就坍崩了。我们稍微继续往这边走走看，我们用有的就好，用有的就好。稍微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。今天是来探索这艘太空舰，太空舰。在找什么？我们在找那个要可以组成那个一台那个海儿号的碎片。没有找到它们不行，我快没有水了，我喝一下水。喝一下水，没有水就没办法过火了。先上潜一下。哦，人家注意 ，it。哦，补个水，补个水。这边应该可以上去吧？它现在在战斗，应该是因为这些东西都还没有那个交洗哦，所以它就是会一直掉下来，掉下来就会震动，有可能是这样。这游戏在玩什么？你可以回去看前几集，大概就知道。我们只有拍两集，这第三集。OK。什么感觉？好像里面快要爆仓一样了。而且现在它的音乐好像比较多了，之前还没有这么多悬疑的音乐。这是生存，生存游戏。它下面感觉没什么东西哦，还是下面其实有的。总之，我们先往上层坐，先往上层坐。这游戏不能看到自己吗？不行欸，因为他你看他故意现在这个视窗呢，就是做这样，就是要让你带 VR 的 VR 摄影机的。欸，下面有东西欸，下面有东西欸，而且他因为震动，东西也会掉下去欸。我现在氧气72，我可以下去看一下吗？我们可以钻得过去吗？糟糕，我觉得卡住，我会卡住。不行欸，没什么东西让我拿。我们再钻出去好了。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的。好像没什么哦，感觉船的附近才有东西啊，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窥探。又是这一只了，我在想哦，如果要打这种比较大只的鱼呢，我需要去找那一只那个会发那个黄色子弹的那个，然后赶快丢出来让它爆炸，然后就可以把它们炸死。我来看这边的这个，我有那只在那边呢，我想要敲一下那个东西。他没有在这边吧？他没看到我吧？我要来敲一下这个石头，看有没有不一样。我敲到什么？哦，银矿石，银矿石。水里有火花，那应该是船舰的关系。这边都是水，这边有个碎片在翻滚，而且现在都找不太到箱子了。箱子在哪里啊？箱子啊？安，可以杀鱼啊！可是我现在不够强，他之后会有武器啊，他之后会有武器。这边有个盒子，耶！我怎么感觉我用手滑比较快一点点了？有盒子，拜托拜托，那个碎片吧。他现在是啊，信号，捡起信号要干什么？哦，这边好多哦，所以其实真的在外面啊，正在外面啊。信号到底可以干嘛？金属碎片我捡捡看。对嘛，就是这样子嘛。那信号是干嘛的？哎呦，氧气又不足，氧气又不足。再多拿一个，再多拿一个，拜托拜托。多拿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啊，没提到。等滴 ，Go Go Go。我们拿起我们的这个。里面有升级组件了，真的假的？我现在就找不到那个碎片了，很痛苦。这游戏要钱吗？要的，这要钱的。快晕了，快晕了哦！没事。哎呀，
居然有写这个嘞，巨大有机物可能存在的地下洞穴。哦，还有这种东西哦，现在有这种特殊的符号了、哦。黑夜将至，怎么办？我们今天还是找不到海儿号。我再四处看看，我必须起码让我找到一个碎片嘛，一个安安安安，找到一个线索之类的。哎、欸，我很想去那个巨大有机物看看，到底什么叫做巨大有机物啊？有人的自由在那边了，我们先游过去好了，先稍微离开这边一下。哎、欸，都是那种深海鱼啊，都是那种深海鱼啊。这里有个箱子，这里有个箱子，他没有发现我吧？他没有发现我，快！趁现在赶快下来！急救箱 ，go go go go！ 我听到他来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遇到利维坦了，还没，我现在还在找碎片。哎、欸，就是这个碎片，延伸器的。哎呀，我要海儿号了，拜托拜托，不行。哦，现在还缺一个，我们才可以再组成一个东西啊。我觉得哈、哦，我应该自己先来下面绕绕看，然后绕到之后，我再开台来找说到底在哪里。我们先慢慢的游回去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有浮潜球，哎，这有个箱子，这有个箱子，太阳能板。这个好像拿完了哈、哦，还是还没拿完，忘记了。哎，啊，这个拿过了，有找到岛吗？我还没找到岛哎。好的，感觉好像今天什么事也没做一样。好，我们先回来，先回来，现在我们先回家吧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下次再玩一下好了。具体我们都礼拜六啊，开潜水艇去洞穴。可是重点，我现在就是没有潜水艇可以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还是找不到海儿号，不然我很想开那台去。好，我们先换游戏。